there you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ary. Yeah.
say I. Thank you.
大三小的，现在的小款呢？嗯，这不知跟哪儿弄，弄不过他们。 请就近交给保安。 右转。大草皮，你要这鞋从前面出去。 说话，大声一点。大声一点。看着韩国人电动，嘴里喷。我有问题啊。有人看见有吗？我家里都买了。我得把。 大概就知道，小十年到20年是芙蓉花变成。嗯，现在甩甩了就。 干嘛呀？自己好几点啊？啊？对，给你买手机，你可别花钱。断桥安平桥，不是他俩是架的。
Thank you.
吃。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我们第一次来这边学，对不对？第一次，就是反过来，这边也大，这边也很多人吃。你玩个联票，买一张他坐船，我以后再也没事。你看看嘛意思，我不打算买球。咋啦？他让我去了。球钱被你打了。那是我那里没了。要浪费。我拿走了，不晓得是走了还是在。昨天他们打了一来。明天还来吗？明天还来吗？
门口都有。而且看多了，我跟你讲。我的纪念品都买了。你又不会吹。直走不管，前面没人。
还有车子。好了，亮灯小亭子。往哪走？一会儿爸爸走。走吧，少爷，往里边转开，咱俩不是住后边那层。蜜蜂罐，乖乖。霓虹关，再夫人一次。亚迪，我开了一个日本车，去了，然后对面我们都去了打了一针，真的几个小时就好。前两天才多。那你看贵一个，那一针我去。那种饼，如果你对吧？
什么呀？要不要到这儿？